来就有红包。晚上好啊。为什么？哎呦，救命！好歪我的手机，我的手机架。嘿，好，可以。等一下哦，看一下电脑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好点没？还行，就是可能就真的微感冒了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晚安，志宏，谢谢安莎卡拉卡的分享。冰机冰彻炫艾拉卡丘 ，Hello， 北极星，福福猫屋 ，Google， 谢谢黑杰克送的浪漫玫瑰。Hello， 乌鱼。Hello。对，可能是有点。我也感冒，但还好，因为我昨天狂吃药，狂吃中药，所以可能是没有那么严重。耶！现在呢，吃我的晚餐。看到 reset 专辑的情报啦，有啦。有啊，看到了。现在就是 reset 专辑。好，这样应该还行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点不到哦，有了。晚上吃这个，就是 poke 夏威夷拌饭，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，反正就是 poke。对，呜呼，我来看一下有什么歌。夜市最爱。这是什么？夜市最爱的歌是吗？那么酷！我查 YouTube 的歌单好了。晚上好，先猜慢摇。我看一下有没有，好像没有。嗯。没有哎、欸，但我都没听过，夜市最爱的歌我都没有听过。谢谢杰克的分享，谢谢叉盖的分享。先去吃饭，对，我也要吃饭当中。对，我今天买了一个什么印度三角包，很好吃哎、欸。我吓到，是炸的，然后里面是包牛肉马铃薯，然后有咖喱酱，哎，那好好吃哦！我吓到哎，因为我是昨天法法说很好吃，然后我今天就去买了，然后对，真的很好吃，我被法法推坑。那种小摊贩。没有绿色薄荷酱，就是一个三角包这样，听起来就热量超，感觉就爆高，所以我只吃一口，我用切的切一口，你就跑来推大坑，没错，红豆不能吃炸，不行啊，所以我只吃一口，给你们看、啊，
我还有，就是我的食物都不会吃完。你们看，它超好吃的，就是长这样，很好吃哎，就是一个三角包，然后里面就是包牛肉跟马铃薯，然后是咖喱酱，很好吃，超好吃的。那个真的蛮好吃的，那什么印度三角包，应该夜市里面应该都有，你们可以去看看，蛮好吃的。找一下有什么音乐吧。啊，不知道什么音乐。老板印度人吗？对啊，老板印度人。我在跟他点餐的时候，我还犹豫了一下，想说，中文可以通吗？我来犹豫一下，我想说讲中文吗？对，我后来是讲中文没错，他听得懂。好啦，那我就这样好了。今天来听，Hello， 草莓讲，印度人英文很好，印度人英文很好，但我就听不懂他们的英文。谢谢朱金刚送的搓搓泥。我每次看那个印度电影，然后我想说他们明明就是讲英文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因为就是口音很重，印度的口音很重，反正他听中文呢。谢谢刚送的闪光星星，等一下口音超印度的，真的是就听过那个看过那个印度电影，然后就是真的听不懂。那个什么救救蔡英文那一部啊，听不懂，就是他不会讲我也听不懂。小时候很常看印度电影，其实很红啊，宝莱坞好像很红哎，我一下哦，看一下，哈罗，晚上好，那不是印度的吗？是啊。是吧？是啊，宝莱坞电影，那个女主角不是印度人吗？是吧？对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你不要害我怀疑自己好不好？是印度啊，那个背景来，女主角是印度人，那她去学英文这样子。我的喉咙，肉肉是吧？肉肉在哪？哈喽，你看声音超难听。哈喽，肉肉，谢谢吉米周送紫仆的守护灵。
谢谢思源的分享。好，我要吃我的晚餐。我的晚餐，谢谢餐友送的枫叶。多久？没事没事。多久没看到肉肉了？嗯，三天。三天吧，大概。应该是三天没看到肉肉了我。赶紧吃吧，好的呀。Hello， 北极熊。事故？事故哪里？没有啊，没有事故。谢谢什么薛汉汉送的缘分相恋。Hello， 陈恩。我又断线了，到底有什么问题？他怎么一直断线？Hello Steven， 晚上好。Hello 天天克里斯，晚上好。我们还等他恢复连线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很棒哦，很快哦，上线。他一直在断线。现在加尔少的缘分相遇。啥呀？那么酷的吗？等一下哦，哎，我只要一段线，那个歌单就会跑掉，所以我现在要重找一下歌单。今天公告合照会颁表了，哦，真的假的？这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有吗？这我倒是不知道哎、欸，有公布吗？我去看一下。夜市歌单我不要，都没听过。在哪？刚不错，我知道公演专辑情报出来了，但是我不知道合照会的也出来了。我是看 Instagram 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其他的。第一天第二部，所以很早是不是？每次那个表出来都像在开乐透。决定我要几点上班的。我看一下哦，在哪？专辑资讯。为什么我就啊啊啊合照会？点进去看。12点到1点半哦，挺早。上班族，上班族。我来看看，好的，马儿还要冲选制哦，真的假的？可是名额应该不会很少是吗？上次是多少？
哦，200张哎，200张。200张是抽，所以一定要买那个专辑才能合照会，是吗？那一问三不知，要买专辑才能有合照会。好可爱哦，好想买哦。我觉得封面很可爱，哎，有钢琴版哎。好可爱哦！这多久以前拍的？这多久以前拍的？好可爱啊！我要加入照片。官网的是高清版诶。要买齐三组需要2250，为什么不一个750？哦，对耶，2250，诶。对耶，好贵，好贵啊！你们看，是高清版哎，都没看到。哦，没登记的会，大家登记林逸云，登记起来。拿到实体专辑吗？还没啊，我如果拿到我还在那边，哇，有高级，我直接看那张不就好了？还没有。哇，妆法很完整呢。这是什么时候拍？依旧不知道什么时候拍的。欸，我刘海超完美的啦，刘海超完美的，就是那个颧骨有点丑而已。圣姐真感觉就是公演的那个。总算是要走到要抽选这一步了吧？没有，其实一直以来都要抽选，就是那个很多人买的成员都要抽选的。是发型的时候，去年我的蝴蝶结，双 CD 啊、哦！我这是，我看一下啊，18首。然后我看 DVD。全精华，绝版的马尾不会啊，我只要想绑还是可以绑马尾。上次有抽，我怎么记得有啊？我记得有抽哎、欸，有吧？有吗？我不知道，怎么会问我？我不需要抽选，我就可以合照了，大家。没有，我说跟其他人合照。我说林欣来合照，就很有合照会了，就有合照了。我不用抽选呐、啊。CD、DVD。直接登记完就去了。你怎么知道你不需要抽签？
我要合照，我还要抽选哦。没有，我说我要找他们合照，不用抽选。对啊，三期生报名起来就不用抽选了哦。你拍一次就算钱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好赚哦，好赚哦，比上次还赚呢。上次是多少？600，上次好像是600。我每天都在拍、啊。我每天都在赚750。600，哎，我记得，嗯，啊，做一件事情，哎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放哪，在哪里呢？我决定我不找，先问我妈放哪。再去找。我来找找 reset， 好可爱哦！小裤还是粉红色的，超可爱的，好喜欢哦。我来问一下，嗯。来问一下我妈，第二段时间没看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看一下还有什么，还有什么消息是我没有跟到的？我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就差不多就长这样？好像就这样，大概就这样了。嗯。不错不错，谢阳公送的加油，我看一下哦。嗯，自己要买几张。我不知道，我上次没有买600块的，买块也没买，但是我有买，我好像啊，我好像只买过单曲而已，我那个没买。一套好贵哦，希望会给我们。会不会太大块？四月写真集，你说生写真吗？四月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忘记了。你们每次从那个生写真主题，然后我是打从心底都忘记了四月，就是每个月是什么主题。马可波罗肩，
可以啊，我期待你来。我记得哦，王保罗。马可波罗肉煎，有点不像阿念了，我来看看。发型吧，因为发型。希望专辑收录在最近的 Reset 吗？没有，他的那个歌是初日的，但是影像不确定欸，影像好像不确定。版本收入对演唱的，就是那叫什么歌，歌是我的奇迹，所以你们可能要听到低头挑战，嗯，很可爱的版本的奇迹。休想看到我的奇迹哦！没有，欸，搞不好是，欸，搞不好真的是，欸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，没有在祈祷，在祈祷不是，祈祷。搞不好第一，我觉得不是，因为那时候不是没有录嘛，我不知道啦，因为那个影像线上公演。还有希望吧，我不知道。DVD 就收录 UNI 曲的片段，原本想说看不到，搞不好还是看不到啊。我不知道，等他出来我才知道。希望啥？希望不是每次关于 staff 都会录，但是那个只是我们检讨用的，就是看不到脸，几乎看不到脸。但我不想被人家看到。对。我不知道，搞不好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，那就有可能就是看发型。不一定啊，搞不好真的是奇迹，我不知道啊。你们到时候买了就知道了，我跟你们一起揭晓。但是我那一阵子一直在后面说不要奇迹。搞不好是王子，蹦突然蹦出来一个王子吗？我也希望是逆转王子。我跟你们说，有一次林星自主练不能来。然后刘晓晴说：“那林星要找代役，
然后那一天练的是 UNI 曲，然后我就在旁边，我说我来，我说我来代役，然后林先生说找到了，我找到，我是代役，所以那一天我自主练习，我跳了三首 UNI 曲。那才那个噔噔噔噔，这一分钟马上飘过去。有跳过奇迹？有啊，最一开始是我跳。跳奇迹那段时间是你的那，不用纪念。我奇迹，我不知道，我可能接东西那种困难，就是明明点了很多次接帽子，但是永远都接不到，生气。你们不知道换 UNI 曲的时候我有多快乐，而且是换到制服，制服好快乐。但是成员也说我跳制服比较符合我，就是比较符合我这个人。首先要跟帽子培养感情，对，我跟帽子的感情可能不太好，超难的。对不对？我记得你们很多人都有做预测，说谁会跳什么 UNI 曲，然后很多人都觉得我应该会是制服的抵抗，我也觉得制服的戴帽子，所以你没有看到我制服的帽子一直掉，我几乎来跟你们算一下，我没有掉的大概就三次吧，三周年那一次。没有卡到的，不算掉，好吧，就卡到的话，就是三周年那一次没有卡到，然后可能公园一两次没有卡到吧，上次我又卡了，就很阿杂，这个帽子真的是，你一直都在玩，可以，王子很棒，他就是一直卡到。我的帽子真的一直卡到，没看过，真的吗？谢谢，小晴也很帅，不一样的感觉。超想直接把它拔下来。经过排除法之后，我觉得制服抵抗就是一个比较适合我的歌吧。虽然我有种越跳越开心的感觉，就一点都不叛逆啊，有吗？还是很叛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跳制服抵抗的 feel 就是呢，我不会刻意做出，我发现我不会刻意做出叛逆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叛逆的存在，所以不需要做什么，就是可以跟这首歌符合，所以就快乐的跳就好了。
跳的是不停，没有特别去抵抗的制服，但看起来应该是抵抗的吧？对啊，就是本我真的是本色出演哎、欸，我制服的抵抗是本色出演哎、欸，这倒是真的哦。对，你这是大家也都这么了，成员也都觉得，就是一个很自在，只要不要给我那个 solo 的压力。我每次我哎，我这是 solo 的，我这是 solo 的什么？哦，跟三周年同款，对。因为我有时候就喜欢美美的 solo， 但突然会被说不行，再多一点，你不能这样，这样太没有攻击性了，要再多一点。好，有时候就是很想要美美的 solo 一下，然后就会被念，说不行，不行。他说：“你这样不行哦，一点攻击性都没有，再多一点。”好，什么是妹妹说的？就是转个身呢、啊，转个身。转个身，拨一下头发，拨一下头发，是这样。但是月城好像一定要，不能拨吗？什么意思？当然可以拨啊。哪个拨头发？太少了，他们想要那种踢腿啊。然后这样算 solo， 当然算啊，只要是自己的东西都叫 solo。哎，那不是拨一下头发而已那么简单啊，就是可能转个身，拨个头发，然后我想一下我之前做过什么 solo， 手打开，扭两个八。画一个圈，再转一个圈，这样可以吗？你这样够详细吗？谢谢安夏嘎嘎送的行李箱。对，但他们觉得没有那种高难度动作的都太安全了，所以一定要有高难度动作。我之前三跟你们说，我之前三周年试过，就是在当天，哎，当天吗？还是前一天？我忘记了。然后有一个版本是劈腿，然后转一圈之后，就是劈腿不是这样子嘛，就是两只脚是这样子嘛，这样劈上去，然后这只脚再勾起来，然后变成一个三角形。然后起来，因为很难起来，这个很难起来，然后太难，就是那时候老师，因为我是。三周年是踢，就是踢腿，然后的前一个版本就是劈腿，然后变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子，然后三角好软的脚，不是脚是腰，腰超痛，然后就是那个，但后来因为好像又太小了，因为这就是软骨功的感觉，就是又宅宅悠悠宅宅悠悠雅雅的在那边做软骨功，就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攻击性这样子，所以就后来还是改回来踢腿了。
皮肤一直磨地板感觉很痛，所以我脚常常会有 OK。 鲜花什么树送的你最闪亮？ solo 怎么可以？当然不是只播头发，我说了我不是只播头发，还是我下次就来一次什么叫美美的 solo 好不好？但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我就是 没办法美美的 solo，因为那个彩排的时候就会被老师念，视觉上很闪。可是因为大家前面都是踢腿或者是突然瞬，就是都是用力的动作，所以到我这边的话就会很奇怪，所以就后来就改掉了，当天改吗？对，当天改。说到 MC， 你要表演啦啦舞，不是表演过了吗？我 MC 上面跳的就是啦啦舞啊。Hello 玉超，毛新哥，继续吃我的晚餐。还是学不会，没事，都要练习的。需要练习。不是，我不是看啦啦舞看到想哭，我是看另一个啦啦合集。你们可以上网查，叫宇宙甜啦。你们可以看一下，超可爱的。开四小怎么可能开四小，你要我喉咙坏掉啊对，就是这个宇宙甜啦，你去看那个影片会疯掉。对，你们去查会疯掉，我跟你们说。我今天开一个半小时，开到八点半。谢谢黑杰克松，就是你哦。我愿意看你表演宇宙天啦四小时。不行，我会先没有声音，好吧？谢谢 Derry 鬼送的浪萌宝，谢谢 Derry 鬼送的会员票。我是谁？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哎，你找到了，就是那一部影片。谢谢 Derry 鬼送的枕头大战，还有愚人节会员票。哎，我要去找我妈，我妈刚刚回我了。找到了，樱花宝宝抖音，樱花宝宝没有抖音，我们没有播放樱花宝宝，那不是樱花宝宝抖音，那个是退场的抖音，那个韩团的舞，然后就这样退场。那个不是樱花宝宝，谢阳光送的闪光星星。对，昨天那个是英族退场，就是一个现在流行的梗，这样。对，现在流行那个
我那时候就是公演结束之后，然后就冲出来说赶快拍，赶快拍，然后拍就拍，就出现了那个作品，早就掉了，那掉很久了，它很早，就是不小心扯到，然后就掉了。对，优家爱豆的歌，吃超满，没有啊，很好吃啊，很好吃。你是不是不习惯我吃饭？我只要是咸的都长这样。再说我吃饭吃很慢，除非吃甜点，我蛋糕可以吃超快，但甜点是但咸食是真的吃得慢，就是会吃很久。讲话还会很久，会比一般人久，因为我不管跟谁去吃饭，都是别人要等我。有一次我们，我们那个乌梅彩排结束，然后去吃铁板烧，然后我跟同学在聊天，然后旁边那个林一跟小晴。你就聊一聊，聊一聊，然后吴学生一点点，然后我就这样聊一聊，聊一聊，然后就一瞥过眼，他说：“哎，林一的那个全部都空了。”然后再过来这边看，小青的也都空了，然后看一下吴奇欢，也剩一点点，然后我剩超多，然后我就默默拿起我的筷子，然后就开始吃，然后边吃边听那个小慧讲话这样子，然后小慧看到我开始吃，然后就看一下现在状况，说，然后他也赶快吃这样。林一吃多快？那时候林一刚好先上，他的刚好先上，一不小心的吃饭还速度，这我不知道很赶吗？没有，因为那两个已经吃完了，但是我还剩很多啊，所以就想说那要赶快，不然别人等太久。前面都在边吃边聊，没有，我刚好也比较晚上，然后又在跟武圈聊天，然后基本上我都没有吃，就是吃很慢，真的吃很慢，一不小心，想一下，太久了，而且我们后来都去吃寿司，寿司的话就是我吃很快，因为我都大概只吃三盘。左右，所以我都吃很快。但不知道去吃拉面的速度，小晴跟布丁都吃很快。然后林一是因为觉得他就是点太浓，所以吃不完。他点太浓就不好下口，不好，对，要请客请，对，梁小晴就是要请客，然后他说走，我们去吃寿司，然后我就说你是故意的，他说没有，他说对啊，请你吃寿司超划算，好走，很好笑。但真的请客真的是可以赚点钱，可是因为甜点我都要跟别人分，所以还是很划算啊，就是比我要跟小晴分甜点，但他要请客的话就真的很划算。
哎，跟你说，我真的寿司很少吃超过200，除非有什么新的餐点什么，不然我真的很少吃超过200。我们有一次，然后去吃真鲜，我第一次吃真鲜，长大之后啦，第一次吃真鲜，然后超便宜的，因为真鲜一盘不是30块嘛，所以我就突然觉得超便宜的。很多鱼你都不吃，因为都生鱼，生鱼我不吃，炙烧的我才吃。我喜欢吃白生鱼很多的店，就像蛤蟆，一条通的白生鱼很多。但真鲜很便宜耶，就突然觉得真鲜很便宜。我来拆包裹，这个其实呢就是一个那么可爱，是什么Junior的新蛋。我是玉米寿司，不是，因为玉米寿司里面有美乃滋，但我不吃美乃滋，所以我不敢点。但我小时候是鲜虾沙拉寿司，我是鲷鱼派，我吃寿司一定会点鲷鱼，很划算吧？聪明，听说鲷鱼是最划得来的。没有，我还会吃这个，我吃，你知道，我以前会买真鲜这个回家吃，这个，我超爱吃这个，涨价，是不是？其实它倒很久嘞，它好像。因为我是预购，然后到的时候刚发的时候就到了，然后有专业可以撕开，有吗？但我直接从中间撕了，嘿，撕不开。我的爱的烟火，我来看看，不知道是什么哎，就喜欢拆翻出，因为很奇妙。哎，是怎么用啊？这样子啊？哎，好酷哦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拿不起，这样子，我都买一盘。Super Junior Special Single Album。Winter for Spring， 3月的时候发的。哦，等一下，漂亮！谢谢柠檬送的闪光星星。没有出这种可能容易有刮痕。你说这个，它其实已经有凹痕了，可能在运送过程中它有一个凹痕的。看歌词本，这只是一个单曲，所以也不怎么华丽啦，就大概就长这样。很帅，吃饱了，这样。
然后再来是神童，然后西侧。对。哎、欸，可是奇怪，我怎么记得还有什么？看一下。啊！啊，这里耶，等一下哦。啊，这要怎么把它翻开来？翻不开、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这怎么开啊？怎么开了？好呀。怎么开？嗯？什么意思？我打不开，怎么开？我不会。这个，等一下哦。在哪里？这怎么开啊？这里还有一层呢、欸，但是要怎么把它打开？你知道现在的那个男团哈、哦，越出越多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是 Super Junior 的大粉。就只喜欢吃过去十年嘞，不要掰开，是把封面拿出来，可是封面没有地方拿去啊，它应该是可以，还是从这里啊，是从这里吗？我会不会把它拿坏啊，很黏嘞、欸，很黏，很难呢、欸。我刚看那个十年，然后想说是这样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对对对，打开了。等一下、哦，啊，怎么开？那怎么难开？忠实老粉，对啊。我都知道。好啦，我也是不起不带，没有受伤害。这张照片很可爱，好不好？哎，有押韵呢，有押韵呢。好了，来各位观众，三个人，就三个人哦，三个人而已哦。算了啦，我两个都抽不到，我两个都中不到小卡了，三个人怎么会中？对，这样想就对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把它关起来了，又很难开了，太难开了，等一下，我直接把它关起来。好。哦，这小真的照片很可爱，是神童的。好可爱哦！你看，你们看神童的字，神童的字很可爱。像这种字很可爱，这张照片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，蛮好看的。对，我真的是，而且我是团粉，我真的，你知道团粉才可以，就是每次没有中，还可以一直继续买。像我没有一次中过，这个我没抽到，直接新使用。有一个小的纸。本命魔咒，大家这是真的有这个魔咒的，真的有，好漂亮。我有看过 Super Junior 的演唱会吗？没有，我只有看过 Super Junior DAE 的演唱会。这个要讲我那个悲伤的故事了吗？就是我有一次 Super Junior 来台湾，应该是 SS7， 应该是7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我高中期中考还是期末考我忘记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期中考，然后我在台北小巨蛋吃起家鸡听漏音。但是苏文娟的 DAE 的演唱会，2019年的我有，我在，
2019年我在，好不好？终于，我终于就是有去看到了，边哭。炸鸡吃的都咸的，算吧，就是咸的。在 SM 上看过，真的假的？你说台湾的吗？那就是很久以前的桃园那一场吗？哦，是新竹哦。哦，对啦，新竹，新竹。超远，好好，那个我妈都不让我去看。你们喜欢少时的谁？SJ 的谁？东海，哎，我东海小卡很多，我东海小卡超多了，因为我 DNE 的，我 DNE 的那个专辑跟单曲，我全部都抽到东海了，这个命中率很强哎，二分之一的机会，我永远都是抽东海的，我很厉害吧？我想说，东海粉丝应该很想要我这个运气。我推啊，也是有都有推啊，但是我还我喜欢银赫，十年，我从小学就喜欢银赫了。本命回真的，我觉得唱的，我有一次就是在整理我的专辑，然后就看，我想说天哪，太扯了，然后就拍了，就拍想说。怎么可以都抽不到本命，我一次都没有抽过，因为我专辑超多的，但我一次都没有抽过，除非是那种个人盘的，个人盘就会有了啦，个人盘再没有是放错，对，个人盘才会有。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，哼，啊你不是就是特别都买 DNE 的，啊不就两个人，我说对啊就两个人啊，但我从他们出道到现在都没有拿过银赫的。那我说，这是完美的本命回避，永远大家都抽不到本命这样子。个人盘没有要投诉吧？说你少放小卡给我。但我跟你们说，我有跟你们看过 2PM 的专辑，我的 2PM 拿到本命哎，所以我是真的只拿不到银赫而已啊。我的 2PM 专辑啊，就是。我出片专辑给你们看，又有两版，我直接拿了本命跟副命，很快乐哎，我不懂，这是白天版吗？白版，出片还有本命有啊，每一团都就二代团都有，我不要遗憾，不要遗憾，然后就拿到了吗？希望我试试看这样有没有用，好吧？你看，这就是 2PM 俊翰，就拿到了。
真的。然后这是双人卡，这是单人卡，然后再一个就是黑的版本。Rain 拜拜，加油加油。有啊，这个都有双人卡，哎，小卡了，在这里。是幼龙，我小时候很喜欢幼龙，但最近因为那个俊浩进食，然后就很就对，就比较喜欢俊浩。但我小时候超喜欢用幼龙，我小时候以前的悠悠卡是一面是银鹤，另一面是幼龙，所以我小时候的悠悠卡是长这样，一面是银鹤，另一面是幼龙。我也是最近才想起来说，哎，我以前竟然是喜欢幼龙的，我到最近就是才想起来。我要放回去，没有，我还要取身呢。昨天的新闻计划确诊，没事啊。我觉得我现在觉得韩国确诊好像很正常，然后都是坐在沙发旁的。那个放在旁边的桌子上，然后食物是堆在那个客厅的桌子上。现在木木在房间里，他没有出来，小感冒。我昨天晚上不能讲话。很热去追星，我就是追星算追星了吧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反正我就是从小看这些，我才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么。真的，因为我从小看他们，然后我就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，我想要做什么。当时年纪小，就是不然我没有想过不然会是什么。反正就是看 Super Junior 看到，哦，我也要跟他们一样，我就变这样了。但能达成小时候梦想的人，也没有，反正就一直试就成了，一直试就成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从小可能就喜欢在那边跑来跑去吧。反正他们演唱会场子都很大，所以我就想要成为在演唱会上跑来跑去的人。大概就是长这样。对，真的，我的，因为真的，现在确实是在上面跑来跑去的那个。
对啊，就喜欢在大舞台上跑来跑去，很好玩的。从他们身上真的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也觉得他们很厉害，所以我也想要变成像 Super Junior 一样的人，像 Super Junior 一样。那听起来怪怪，因为大部分都觉得 Super Junior 很疯，但真的很厉害，真的是他们先。实力太好了，而且将风都是合理的。上我每次看他们都很像，对，粉丝心里觉得他们真的是太好笑了。谢谢 Derry 送的游泳装备，谢谢志宏送的钟情玫瑰。他们上面的舞台吗？例如哪个舞台？专业度，他们真的实力太强了，而且他们二代团开全麦很可怕哎。真的是稳的要命，怎么可以跳舞跳成这样还那么稳啊，很扯哎、欸！我推荐你们去看 DAE 的 MR Remove， 超扯！我直接查给你们看啊 ，DAE 哦，两个领舞，两个组舞哦 ，Super Junior 的两个组舞的。舞台，他们 MC 根本就是，跟你说，大家都说 Super Junior 只剩下嘴，就是太多嘴了。正常问有没有推坑影片，超多 Super Junior 推坑影片超多，虽然但是要小心要找错，因为很多那种名为推坑影片其实都是搞笑影片。看你们要看搞，因为搞笑入坑的也很多，舞台入坑也很多，因为他们真的什么都做得很好。很厉害，真的觉得他们很厉害。我来找是不是觉得 DAEMR Remove 超厉害，来努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。而且我要说，我最羡慕银赫一点是吃很多都不会胖，怎么可以吃很多都不会胖？好好。这个的话，你们要，但是你们要看那个舞有多激烈，但是有点，看一下啊，因为通常这种 MR remove 的都不会放那个，因为有版权问题，所以都不会放影片。查一下 ，DNE， 消音。他是模仿停止，对，这不算是卡丘，不需要跟我讲，真的是太难过了，太难过了。等一下，我再啊，对。但是也是切一半，很扯。我来，
因为他要切掉，也是怕版权。好喘，这到底要怎么边跳边唱？好扯。没有，这是因为长头发的关系。那是因为长头发的关系。如果没有长头发的话，没有没有。等一下，给你看。等一下哦，再给你们看全员的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全员的。这个也没有这个，找一个，开麦还没有唱粉，而且重点是他们真的是二代团都是开麦，我觉得很可怕。找一下啊，2020年的，很厉害。2017年呢？2017年，好像开全门，对啊。都是开全麦，很扯，他们很扯。我跟你讲，二代团几乎都开全麦，突片也是开全麦。所以你知道之前有一次上一首突片去年不是回归嘛，然后玉泽演中间有一段整个走音，然后超明显超好笑，但就只有那一次，就是他们真的是开全麦的。啊，你们听声音就好，反正这个画面也就因为那个版权关系，所以晃来晃去。这是消音版。嗯，我要说他们合音都自己合的，因为他们人很多，所以合音后面的合音都是自己合的，就都不是音乐合音，就不是伴奏合音，是真的。他们像这一段就是那个主要是立旭在唱，后面合音是龟贤，你们听。对，人多的好处。好厉害。
每次我只要看到影后出来都长这样，十年来如一致，从小就长这样。谢谢魏唱 Kiss 啾啾。那我说影后真的是，应该说一路走来很辛苦。虽然他现在都是站在副歌中间，因为他是主舞嘛，但其实他真的是很厉害，而且他刚出道的时候唱歌也还好，但他现在超稳的，他现在就是黄那什么绰号叫黄鹂鸟，因为他假音超好，就假音超好，而且唱歌也很稳。虽然说就是有人说是他，因为他去当兵的时候，因为当兵常常要一个人唱完整首 Sorry Sorry， 然后当完兵出来唱功进步超多，因为在那个兵里面磨练，就是都要一个人唱完整首 Sorry Sorry， 或三个人唱完整首 Sorry Sorry， 然后就整个磨练很多，然后出来之后唱功变超好。那你要什么？就是假音很厉害，黄鹂的声音就是给你们听。就是像是人类的假音的感觉，这样子给你听。打银河黄鹂就有了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有黄鹂鸟，黄鹂啊，去看那个银河的 solo，就是银赫 solo 曲 B E B， 就是等一下来看苏九五单的现场。这是全开麦现场哦，全开麦现场超强的，真的是我崇拜的主舞哎，这是开全麦加伴奏。黄鹂鸟，还有苏九的新歌后面也是他，就是我刚买这个 Calling 很好听，大家可以去听，可以去听现场版，反正他们都全开麦。的后面给你们看，给你们听，我现在推坑呢。但我真的，因为真的在他们身上算是找到了人生的梦想，我真的是太喜欢了。给你们听后面银赫唱的地方。等一下。这里，你说你要听高音是不是？来，我给你们听最后一段啊，直接整首歌放了啦。
我直接整首歌放，这是现场版，没有消音，但就是现场版。这是东海的声音。东海是组舞哦。等一下，我要给你们介绍他们神奇的担当。组舞，零五啦，零五，零五，零五唱开头。主唱龟贤，如果有看《西游记》，那知道他主唱。西澈，立旭也是主唱。主唱。对，他是 rapper， 其实 rapper。一生主唱，主唱，利特跟史源，这是史源的耶耶耶门面。三个 KRY 龟贤立旭一生，这个就是这立特，这个然后这个三大主唱，西澈也很会唱，救命！来了，还有 bridge， 还有 bridge， 你知道大明星，每一次发型都很酷。这边都是主唱了，主唱 part。好烦，超好笑。这个影片是应该一个月前，我看没不到一个月，3月6号播的，又是新歌，3月6号。现场观众掌声鼓励 ，Hello 人哥。对，就是有看过 MV 好看。这段时间因为就是新歌啊，最近 MV 超好看的，
我想播现场版。那真的推荐苏乐 Junior 的业务能力超好，真的超好，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，每个人都能唱，好啦，先念个排行榜，我觉得是什么安利直播耶，我来看一下排行榜。第十名是吉米粥，第九名是乌鱼，第八名是博成，第七名是龙魂阿翔，第六名是安沙卡拉卡，第五名是枪大咖喱，第四名是志宏，第三名是 Derek 唯，第二名是朱新当，第一名是黑杰克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我觉得可以去看综艺会先笑死，可以看 Super Junior Returns， 很好笑啊，这样会不会破坏那个形象啊？你们可以先看舞台，然后再去看综艺好了，不然那个形象很可怕。那形象算了，你自己一个人说四小时的，我哪有说过四小时？好了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下礼拜见，拜拜。他们综艺的，他们综艺很好笑。谢谢公送浪漫玫瑰，拜拜拜拜。拜，三二一，拜拜。欠下来送缘分相遇，拜拜。好的，我等下去吃药，拜拜。